契约婚书，事成何离？你走进来也不说一声，走路也没个响。你又没做什么亏心事，怕什么呀？契约婚姻，可以啊，顾若若，怎么，你对李克那些魂不守舍都是装出来的？谁装了？我才没装呢。嗯，没有装，那就是。 喜欢人家呗，也不算是喜欢吧。哎呀，行了，以后我们的事你少管。我和他有契约在身，也算是半个同路人。日后他若是想要解除契约，我绝不强求。 阿娘，本以为你送给我用来娶妻的金钏儿，今天能出手了。看来是我想多了。卖栗子糕嘞，又香又甜的栗子糕，卖栗子糕嘞。 哎，袁娘子，密桑下午有点货，你快过去吧。好嘞，我这就去。哎，好。给，不许生气了啊！生气？我为什么要生气啊？ 就是上次去画楼没叫你嘛，我下次不会了。这栗子糕可是我特意去给你买的，开心不开心？感动不感动？感动。那你别生气了，咱们可说好了啊，你先慢慢享用，我还有正事要忙，走啦。 你呀，怎么这么不开窍？